好了吗？受不了一点，刚卡了呗，还能咋？好了，我真受不了一点了，就破网。为什么这录音棚就是这么针对我呢？我只要一进这个录音棚就卡不行。晚上好呀，晚上好呀。烦死了，我讨厌死这个录音棚。好像好，但愿它能多好一会儿吧。我刚本来切我自己的网用不了，就是切我自己的网也开，就是完全用不了，然后我就又切回来。谢谢风景区的小风车，谢谢你的小风车 ，Thank you。吃饭了没？吃了呀，吃了呀。再卡你不说了，又心情不好了。还好吧，还好吧。录音棚嫉妒我的美丽。是吗？录音棚就是觉得我太美了，所以他不高兴，是吧？我懂了。还有新礼物，对啊，这是六一出的新礼物。晚上好呀，你怎么又改名了？你昨天你之前不是改成那个了吗？你咋又改回来了？傻哥变成傻哥了。你们能听见我的 BGM 吗？是不是没有人可以听见我的 BGM？ 能就行，那我就不调了，因为我感觉我声音太小了，我怕你们听不到。录音棚别脏，他明明录音棚他就是很狗，这不是脏他，这是他在脏我，这叫难得糊涂。哼，明明就是傻哥。我觉得我今天的妆还蛮不一样的，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有点不一样的感觉？项链好好看，是吧？哎，你们好，别太激动了，傻傻的感觉，什么傻傻的感觉？今天是漂亮的感觉，明明是漂亮的感觉。妈，什么妈？你叫谁妈呢？你叫我妈呢？不一样，没胡子，昨天不也没有吗？我真无语。我觉得今天眼睛不一样，我觉得今天眼睛不太一样，你不觉得今天眼睛不一样吗？牛牛姐她不在，傻和漂亮不冲突，涂腮红，但是这个灯光看不出来，这个灯光太那个了，看不出来。干嘛叫我妈呀？已经激动到要吸氧了，什么？好久没见牛牛姐，她昨天就在啊。眼睛好像多眼皮，因为我贴的很宽，然后它就会出现三层。今天这个衣服怎么好高端的样子，是吧？我也觉得今天这衣服看起来就是那种有钱的那种大小姐的感觉。卡回来了，对，卡回来了，确实有两个眼睛。那你有几个眼睛啊？你不是两个眼睛吗？谁不都是两个眼睛吗？让他冷静冷静，把他踢出去。那踢出去他更不冷静了，富婆酒，就是假装富婆酒，对，大小姐酒。你四个眼睛，你有四个眼睛，我的眼睛好难受。什么小妈，我真服了。为你五十看看实力，没有这个实力，完全没有这个实力。我是那种假富婆，就是装的富婆，其实不是真的富婆。你眼睛粘我身上了，哼，请你吃个疯狂星期四看看实力，请不了一点。谢谢多比多比宝送的0.1分，谢谢你的0.1分。其实是富婆，那也是吧，那就是对，我是富婆。哇哦，你要给观光区转。你给他转什么？你要转什么？真的是，你们就是每天来我的直播间就是过来损我的，每天除了损我就是损我，有你们是我的福气，真的是无语了。你们怎么想呢？
不用谢，没准备谢你，我没准备谢你们，哼，气死我了，这是爱我的表现，不想要那你走了。那你们的意思就是来我的直播间就只能损我是吧？谢谢麦田冰凌的0.1分，谢谢你的0.1分，谢谢，谢谢夸奖，不用谢，哼，哼，应该的，就没有见过你们这么狗的，你们真的太狗了，你们真的太狗了，我觉得就是，算了，不想评价你们，懒得评价，你也是狗，哼。对吧，你是狗胡桃夹子，我不是喜欢狗吗？不，我现在我说的狗有两种狗，就是我喜欢的是一种狗，然后我现在在那个处刑你们，我处刑的是另一种狗，懂不懂？你们 get 一下，这是两种不同的狗，你们都是狗，全是狗，哼，干嘛还汪汪汪？可爱小狗才可以汪汪汪，坏狗不可以汪汪汪。坏狗要被我打，专门就打你们，你们这些坏坏狗狗。喵，你是猫，你是坏猫，你是猫，你也是坏猫。你和我是一种，你和我才不是一种呢。昵称审核怎么这么慢？你的观光区怎么还不出现？干嘛奖励你们？我真的是服了，奖励坏狗狗那不行，那不能奖励坏狗狗。那我还是讨厌你们吧。好想当九九姐姐的狗，你当呗，你们都是狗，你们都可以当我的狗，你们就是随便，你们随时都可以成为狗。你好呀，好可怕 ，WCN 是什么 ？WCN 是什么东西？有点激动，怎么平静？你给自己的头一巴掌，把自己拍晕，你就可以平静下来了。我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未成年踢出去啊，未成年，我要把你踢出去，未成年，而且你还翘课来看我直播，你应该戴耳机，刚刚外放被你妈听到了。我说什么不能让你妈听的东西了吗？我有说什么不能让你妈听见的东西吗？没有吧，我应该没有说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吧，我觉得我的直播间还是很绿色的吧，我们应该没有什么就是那种就是黄色啊什么的东西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你妈听到了也没事。你也未成年踢你，他叫我姨，你把我越叫越老了，我要气死了。你看着我你能叫出来这个称呼，嗯。对啊，就是主打一个夸奖，夸奖你们是狗狗。卡了吗？又卡了，又卡啦，又卡啦，搞我心态呢，这录音棚是。现在好了，这录音棚纯搞我心态，真的。你怕什么？又不是你的错，是录音棚的错。我真服了，我真的服了。讨厌死了，目前看我还挺平静，我表现出来的还挺平静的，就是看起来风平浪静，内心波涛汹涌，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就是捏了一把那个那种感觉，我觉得就很难说。是的，内心是已经那个不行，就是波涛汹涌了。今天嗓子好像还行，能上个厕所吗？那一会儿来吧，因为我的 iPad 在充电。谢谢 Pancake 超级卡哇伊送我的摇摇马，谢谢你的摇摇马，谢谢。小瓦迪卡，再不上憋死了，你快去上吧，我可憋不死，你自己去上厕所吧。你们不能每次上厕所都要我来带领，对不对？虽然说我是你们的老师，但是你们也不能每次都让我来带领，你们要学会自己长大，你们要学会自己上厕所，懂不懂？谢谢 David328 送的巧克力，谢谢你的巧克力 ，Thank you。
我应该把我的支架拿来的，拿来的话就可以支在那里了。我现在还得端着。路人进来看到这句话肯定理解不了。上厕所吗？没事，没有路人进来。被抓包了，能播多久？我播不知道呢，播着看吧。应该不会播很久的，今天播一会儿。明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今天还不会。你为什么明天就会了？今天就不能会一下吗？你们没有酒不会上厕所。那这样吧，那以后我都不直播了，你们都不要上厕所，你们都憋着行不行？你们都憋到我直播为止，就是我未来一个星期我都不直播，然后你们就憋一个星期，怎么样？好怪，哪里怪了？行，我不信，你们肯定就是说你们没有去，但你们就是背地里面，你们就天天在那里，对吧？你已经激动的感觉头热，你别是阳了，大哥，你能量一下体温？憋死，真的，我就不信你们憋不住，没有小姐带路都找不到厕所。呵呵，那我直播奖要没了，那我不要了，那我不要了。不这样啊，大不了哪一天我连播二十四小时，我连播二十四小时，我这样不就是把那个时间都补回来了吗？别别别，嗯，憋出病我负责吗？当然不负责了，关我啥事儿？关我啥事？他们好可怕，确实。你阳和你考清华概率一样，为什么？你是不会阳的那种吗？支持，那下周别播，你能憋？我一点不相，我一点不相信，真的，我觉得你们，我觉得你肯定是就是诈骗，你肯定是骗子，不负责拉倒，嗯，只能去看抖音女主播了，为什么？为什么？是小九不配吗？是小九不配吗？你还要，对，因为我下周一周不播，但是我不播，我播你也不看，我播你也不看，要装监控吗？你在那个厕所门口装一个吧，你在厕所门口装一个，让我看看你这周有没有进厕所。你要是进厕所就不行，你要不进的话就可以，不进的话我就相信了。你要是进去的话，就说明你骗我。不过你可能会去公共厕所，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别去厕所加餐，谁去厕所加餐呀？不会是你自己吧？不会是你吧？不会你喜欢？懂了，懂了，坤坤。晚上好呀，晚上好呀。你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变态，和直播间大家格格不入。你确实就是可能好一点吧，你可能没有那么变态，但你也就是有点，就是我觉得差不太多了。其实才不要奖励我，这什么美甲？这是美丽的美甲，好看吗？好看吗？我的美甲，九粉是这样的，小九的美甲不是穿戴甲，是做的甲，做的指甲。我这次做的这个好牢固，我都一个月了，一个月多了，它还没有掉一个。上次那个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掉了好多，最后只剩下五个了，最后两个手就剩下五个指头了。你要释放自我，那你去吧，你去吧，只要你不要犯法就行。犯随偶像，犯得越久越变态。确实，确实如此，的确是这个样子的。那大家难道不想吗？大家难道不喜欢就是这种变态的感觉吗？什么时候卸，什么时候承认酒瘾？我卸了还会再做的，但是我不管，犯酒的能有不变态的吗？对啊，就喜欢小酒的能有不变态的吗？我觉得喜欢小酒的应该都很变态吧。支持酒瘾，少看点酒瘾，什么到？算了。我和姑姑谁更变态？反正不是我，反正不是我，那是谁我就不知道了。谢谢欢送的玫瑰花，谢谢你的玫瑰花。所以我最变态，谁说我最变态了？我一点不变态，在哪看就我就是我这一看不就是一吗？你是纯情小男孩。晚上好呀，谢谢中央空调的0.1分，谢谢你的0.1分，谢谢麦田冰凌的0.1分，谢谢你的0.1分，thank you。我才不变态，对啊，我一点都不变态。你去报告一下，你报告什么？有没咋了都不会太变态，你这个是怎么得出来的？就是把你的分析过程告诉我，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在张志杰升宫九一过一次。我明明是一直都很一，我还需要在那次宫也一吗？我平常都很一的呀。你去问问，你去问问别人我一不一，别人都会说，都会说马新宇就是北八最一的，就是北八唯一大猛一马新宇。别人是谁？就是问北八的各种成员们，他们都会觉得我是最一的。平时卡哇伊，对啊，卡哇伊也是一啊。你信了？真的呀，真的呀，是最一的。那也确实是。问猴哥，别问猴哥，你问我们北八的成员，猴哥又不是我们成员。九美甲可以排除一和零，凭什么？凭什么？你这就是那个偏见了，你这就是偏见了。别人可能瞎了，就是九是一的意思呀，还就没有别的意思呀，排除不了零。我真崩溃了，猴哥不是家属，猴哥算个什么东西？猴哥是垃圾。你给我设立个年度最一奖。可以的，这个奖我喜欢，这个奖我愿意领。下次弄个帅气的舞台吧。我不是上次帅气滚，我舞台，我觉得舞台上我还是要收敛一下自己的帅气的，就是不能把我这个帅气就是展现的太明显，要让大家就是看到一些就是反差的我，比如说看到甜美的我啊，对吧？马新宇一不了一点，凭什么？我凭什么乖？我就不乖。我就不管，我昨天不是都说了，昨天不是都有人说了，说觉得我脾气不太好嘛，那我就是脾气不好，我就是不乖，我一点都不乖，我就是要那个什么，不要管我了，哼，别管我了，谁都管不了我了，现在气死我了。大马猴毕业了，你哭死，早都毕业了。下一对科马星宇什么鬼，你觉得我在给自己洗脑？没有啊，没有洗脑啊。太帅，台下都被帅熟。我觉得这个一跟帅并不是完全是一个概念，懂吗？这个一是一，帅是帅，这是两个概念，你们把它混淆在一起了。一是一，并不是说你这样的帅气的形象，你懂不懂？今年最一年度奖是猴哥，我真无语。主打一个叛逆，这不叫叛逆，这叫有，这叫有自己的态度，这叫有自己的态度。我每天都是一，什么叫我这是有法有天，我这就是我有我自己的生存法则，我有我自己的性格，我也有我自己的就是想法，谁都不要来控制我，哼，还说哎算了无所谓了，谁说我脾气一是马新宇，帅是帅，对，一和帅不是一个意思，都奔三了还这么叛逆，这不叫叛逆，我就不乖，我就不乖，我就不要做乖孩子，凭什么做乖孩子？做乖孩子就会被欺负，哼，一但是不做乖，对，是这样的，太乖了就是不好，太乖了就是别人会觉得你好欺负，就是觉得说你什么都可以，然后就怎么样，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不好，我要就是。表达出来，我要勇敢的表达出来，对对，世间的不什么说不，坏女人带个，大家一起坏，坏女人，我看得太透了，确实，乖才有反差感，乖才有反差感，你们就是不要把我想成那种很乖的人，我说的这种乖，并不是说就是。我说啥呢，并不是我真的就是很那个什么的，我只是说我就是很讨厌那种就是一定要给我立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就是说我是什么样的我就是什么样的，我就不喜欢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就各种各样的我嘛，对不对？我就觉得我平常我可能有时候这样说那样，对不对？那都我觉得我也有各种不一样的面，并不是说我永远都是那一个样子，对不对？邪恶小姐把乖小的放出来，没有乖，我身上没有乖这个字，我以后再也不要乖了，我已经彻底疯狂，我现在我觉得我的性格被压抑，我就是不能再被压抑了，我受不了了，我要发疯了。
小酒不坏，粉丝不爱。来看看今天直播怎么普通，就这么普通。刚看我就真的觉得我好贵，可能我长得就是那种比较那种感觉的吧。对，不要贴标签，就像我的 PV 一样，就像我的 PV 一样，不要贴标签，我讨厌贴标签。越看越觉得小酒今天打扮好反差，哪种反差？什么时候表演变脸？那演不了一点，那演不了一点。发疯了，真的很难不发疯，这个世界太 crazy 了，太 crazy 了，家人们。我就觉得有的人不要太关注我，有的人不要太爱我了，天天天天逮着我不放，就是太那个了，我觉得有点 JINN 了，有点 JINN 了，说实话。兴奋剂没有兴奋剂，发型很美，衣服很。今天出去拍东西，但我出去拍东西穿的不是这个，我只是因为就是我换了一下，我换了个衣服来直播的。我适合去唱模范生，为啥？等你想给我贴一的标签的时候，其实是零。好吧，其实我就是可一可零 ，JIAN， 你们拼一下那个拼音，就是有的时候不是骂你们，我是说这个互联网上的有些人。感觉有的时候发疯才能解决问题，其实我觉得发疯也不能解决问题，但是我就是觉得就是该发疯的时候确实得发疯，也不是真的发疯吧，就是你这对吧，你该说的还是得说的，要不然你老憋着别人以为就是你是就那个那叫什么老虎不发威你当我病猫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模范生就是说不要做乖乖女的，那我喜欢，骂你也不是不行，对，他以为好欺负，就很讨厌，很讨厌都以为我好欺负的人。虽然说我确实是没有什么攻击性吧，我确实是没有什么战斗力，就是你说我骂人吧，我也骂不出个啥，我就骂人的话，我就那两句话，我也蹦不出个什么东西。然后你说我打人吧，我也打不过，是吧？我也没劲儿，所以说就没办法。但是，就是该有的还是得有。小老虎子，没事儿，气势压倒一切。对，要打谁你帮我打，我也不知道是谁啊，我不认识。我一的时候很有杀伤力，隔着屏幕都杀你，那怎么杀呢？我一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是我哪个一啊？哪个一啊？眼神有杀伤力。你看我现在的眼神多么的干净清澈甜美动人纯情那个什么，对吧？我想唱一首纯情主义了。真无语，讨厌死，你都被骂过。好吧，那就清澈的愚蠢吧，既然你们都喜欢说清澈的愚蠢，那就清澈的愚蠢吧。这个清澈的愚蠢我觉得也算是我的一部分吧，也算是我的一部分吧。我觉得我有很多个部分。Emotional damage。我难过你就伤心，所以被杀伤了。你不要因为我难过你就难过呀，对吧？那我难过，我很多难过的时候你可能都不知道呢，对不对？那你就对吧，你不要难过，你要让自己开心，你不要因为我难过你就难过。你们就是我的，我开心的时候你们可以开心，但是我不开心的时候你们不能不开心，懂吗？我不开心的时候就是你只需要跟我说一句，就是你可能说你不要不开心啊什么的，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那个什么了，就是我也会变开心啊，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要因为我不开心你也不开心，对不对？因为我就是对吧，我也不想让你们就是老跟我一样，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我不开心的时候你要开心，你不能因为我而不开心。这歌挺硬，说上英语了，共情，因为是 这里是 Pocket 40，每次看到小姐难受会问，为什么不要？不可以？你们必须要开心，你们自己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说你可以不开心，你可以跟我说，我也会来安慰你。卡住了吧？刚才是的，现在呢？现在好了吗？
现在好了吗？好了，好了就行。幸福螺旋理论，想要去尝试共情，不，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要共情，真的。我跟你们说，我真的跟你们说，我必须要郑重的说，我真的很容易不开心，所以说你们不要跟我共情，你们跟我共情多了，你们也会不开心。就是我不开心的话，你就那个什么看不看，你就看一下，啊说啊，你就知道了，你就已阅，你懂吗？你就已阅就行了，就是你可以不用管我，真的可以不用管我。但你就把这个可以不用共情，这可以不用共情。不开心可以讲出来，如果能说的话，那能说的话就会说，但是对吧？不能说的就算了。一个人太累了，没关系，让我来多那个承受一些，你们不要那个什么，对吧？对啊，根本不知道怎么哄就不要哄，对不对？你就是让自己开开心心的，该干啥干啥不就完了，对吧？就是可能就是在口袋可以理我一下，理我一下，我就觉得就是至少有人在理我了，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对不对？就是如果没有人理我的话，我可能就更不开心。但是有人理我的话，我最近就觉得挺好的，对吧？谢谢天浩的摇摇马，谢谢你的摇摇马 ，thank you。就是这个样子，那不得理我？对，那得理我一下。别的我都不奢望什么。如果没有人理我的话，我说真的，就是你知道吗？真的有时候就是我说话没有人理我，我就说我不想说话了，我不想在口袋说话了。有时候，谢谢麦田冰凌的0.1分，谢谢你的0.1分 ，thank you。因为有时候，就是你说吧，你说话，你肯定是想跟大家分享，想跟大家就是进行一个聊天，结果你说这话没有人理，就会觉得很尴尬。然后你说那算了吧，我还是别说了。谢谢风夕的0.1分，谢谢你的0.1分 ，thank you。凌晨肯定就是理不理都无所谓，凌晨不理很正常。谢谢 Angel。这咋读 ？A N Angel 拉哎 ，A A N J E L A U J H 送的一个荧光海，谢谢你的荧光海 ，Thank you， 谢谢你的荧光海呀，谢谢。Hello 呀，晚上好，要学会自嗨。你上班经常摸鱼看口袋，全当漂流瓶。笑死，反正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有时候你可能跟你朋友聊天，说之前你跟你朋友聊天，你在你们朋友圈里面发一句话，然后也没有人理你，你就想算了吧，我还是别说话了吧，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不管是谁，就是你感受一下，你都能有这种感觉的，说实话，但是就也没有办法。夏天来了真热，确实真的很热，热死了。群里没说话没反应，真的尴尬，对，真的很尴尬。我就觉得完了，我是不是不应该说？但是又不能撤回，你知道吗？超过2分钟撤回不了，就觉得很尴尬。就说这怎么办呀？怎么办呀？然后我就可能有时候我就找一个其他人理我一下，专门找人家去理我，你知道吗？对，朋友圈的话就还好，我现在不发朋友圈了，已经。有道理，晚上好呀，晚上好呀。夏天来的时候就很勤奋，我夏天没来的时候也很勤奋，我每天都很勤奋。以前口袋还有个避暑山庄，现在都没了，什么避暑山庄？激动完了，感觉像跑了10公里。那你可以好好睡觉了，跑了10公里之后肯定能睡得很香，肯定能睡得超好。每天都在卷，希望我卷的是有成果的，希望我卷的是有用的。要卷的没有用的话，那我以后也不卷了。晚安，那你去休息吧，你休息好早。什么时候24小时直播？未来的某一天吧，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可能还要很久吧，肯定会有用的。不知道，说实话，我自己确实没怎么感觉到，但是我觉得我必须。我就是得做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又得做点什么。夏天营业更勤奋，我不是一直营业都很勤奋吗？我
我觉得我最近直播还少了呢，我之前直播可多，我现在觉得我直播都还变少了，会看到我的努力的。啊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太清楚，我不太清楚，不太关注这些。尽力就好。但你知道吗，你可以不用这么解读，我只是想说就是我希望我就是可能我直播多啊什么的，可以有人会看到我，会有人觉得啊就是怎么怎么样，对不对？你可以不用这么解读。谢谢会齐心的99个荧光棒，谢谢你的90。99个荧光棒 ，thank you， 谢谢谢谢。你主打的就是个心灵陪伴。对啊，我真的之前我的直播就很，我真的是就播很多了。我还要夏天了，我开始播吗？那也太……谢谢 Stan 送的玫瑰花，谢谢你的玫瑰花。不明白这个世界。每天睡起就能看见我的生息。哎，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讨论这个话题。每次讨论这个话题，我就会生气。我总会看见一些让我生气的弹幕，然后我就会生气。算了，不生气了。快来成都巡演。看看北巴什么时候去吧，谢谢笨蛋小飞送的小风车，谢谢你的小风车 ，thank you。我总觉得你在阴阳我，别气，嗯。有些是黑色，有些是对家，不必理会。谢谢小米的0.3分，谢谢你的0.3分 ，thank you， 谢谢麦田冰的0.1分，谢谢你的0.1分，没打字的力气了，那就快休息吧，那你快休息吧，给孩子整无语了，我刚想说个卡，我就想不起来了，不是啊，没有说你啊。你这么爱我，行吧。今天吃晚饭吗？吃了呀，我刚吃了麻辣香锅，公司点的麻辣香锅。但我觉得那麻辣香锅就是里面的那个肉太多了，因为我喜欢吃素的，那肉有点多，但是味道还行，就着米饭还可以。但是我刚吃饭的时候，有一只蚊子飞到了我的饭里，我就蚊子飞到我的饭里，我真的崩溃了。然后我就把那整块饭都夹出来了。我把那整块饭都弄出来，因为它真的好大一坨。你在北京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麻辣香锅，为啥你现在不喜欢吃了？多吃点，吃很多了已经。夏天真的好烦虫子，确实我也很烦虫子。夹出来之后，但是它真的很，看我觉得很恶心，你知道吗？我看着它把它自己就是钻进了我的那个米饭里面，我都崩溃了。你以为我把虫子一起吃？怎么可能？我怎么会吃它？我在想陪我吃饭，他别太爱我了，别太爱我了，还陪我吃饭。因为你们学校的食堂的麻辣香锅很棒又便宜啊、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不错，那真的很不错。我记得我们学校好像，哎，我们学校有麻辣香锅吗？好像没有麻辣香锅，我们学校好像什么饭都没有，饭你一整碗米饭都不吃了。因为我那个不吃米饭的话，我那个麻辣香锅就太咸了，我必须得吃。米缸里本来就有米虫，但是它煮了之后，它不就是都那个什么了吗？他太爱我了，我觉得他这份爱我不要也罢，我不是很需要他的这份爱，真的有点太沉重了，他的这个爱不太好。没必要整碗不吃，不要浪费，就看个人吧。有的人会比较就是嫌弃，就不太行。我还行，我只要把那一块弄出来就行了，别的倒无所谓了。那我们今天就是不是公司有点没电了，
没电了，又没电了，我要换个位置了，我要换个位置了。这样呢？这样可以吗？我们刚说啥来着？卡。好了吗？现在还卡吗？好了，现在公司什么公司？你说你爱我什么东西？公司的啊，点了那个给我们点了饮料嘛，结果饮料还剩下好多，吸管一个没有了，我不知道吸管去哪里了，吸管好像被吃了一样的消失了。怎么你手机也没电了？你手机可能就是，饭随偶像。所以我手机没电了，你也没电了。我们公司伙食不错，还对我们公司最近点的饭还挺好，就最近都点的是那种就是比较高，也不说高级吧，就跟以前的盒饭不太一样的那种，就还可以。你买了个除臭剂，结果没带喷头，什么？那你怎么用呢？倒着用吗？下晚自习了，恭喜你，恭喜你，比较合我胃口的，其实就是很少，比较合我胃口的很少，因为我的胃口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很少的东西合我胃口，因为我很挑食，我特别挑食，怎么说呢？就不好形容。但是我很多东西都不爱吃。对，我的胃口就是喜欢辣。晚风吗？你是另一个晚风。嗯？怎么感觉突然间不认得人了？有点恍惚。反正你好吧。我感觉在坐在这边和刚那边不看起来不太一样。是你卡了吗？是吗？又卡了吗？我要气死！喜欢螺蛳粉还挑食？对啊，我就喜欢螺蛳粉。夸夸今天眼妆，今天眼妆好看吧？我也喜欢今天眼妆。现在好了，看人数就知道卡不卡了。那怎么看得出来？你是那个晚风吧？你叫我老公，那你应该是那个晚风吧？你应该就是他吧？那你怎么换号了？感觉？真小仙女，对呀，就是小仙女。卡了重进就多一个人，但是可能还有其他人，就是随便来看了一眼，然后就走了的那种。两个地方差不多，其实也差不多，但是我就觉得有点点不一样，但是说不上来。你只是浅浅的换了个小号，为什么要换成小号呀？为什么要换成小号呀？大号是怎么？大号是就是干嘛了？不太能见人。小号方便浪，这可是他名字都写了晚风，这还需要方便浪吗？这一看就知道他是谁，对吧？大号官位太多，找不到老公。呵呵，我不信，算了，不问你们，反正算了吧，就这样吧，我懂了。我觉得我今天脸好胖哦，脸好像一个那个，像一个面包人。
因为昨天晚上我睡觉之前吃了好多东西，我睡觉之前就是特别的饿，突然间我就是饿的不行，我就开始吃，然后就吃了很多，然后我就肿了。这面包好吃吗？这面包不好吃，人肉味的，你觉得能好吃吗？你觉得人肉好吃吗？喝咖啡了吗？我不能喝咖啡，因为我咖啡因不耐受，喝不了咖啡。我本来想喝一个那个消肿丸，结果忘了，我忘了喝消肿丸了，然后我就是肿到了现在。Z 属性爆发， Z 属性大爆发，对，是这样的。这个 Z 是猪瘾的猪，是猪瘾的 Z。你现在也喝不了咖啡和茶了，为啥？为什么你也不能喝了？你也那个啥了？谢谢冰哥的宝，谢谢你的宝。消肿丸，它虽然叫消肿丸，但它不是那个丸，它是一条的那种，就是像那种酵素，像那种酵素一样那种东西，然后就是可以喝，喝完了就会，就是可能会消肿，但是我也没喝出来有什么效果，说实话，卡了吗？什么又卡了？再卡下去我真的要疯了，这个录音棚太讨厌了，送卡了、应该不是送卡，可能刚好卡在那个时候了。哎呀，我再也不来录音棚了。我本来想下去播，结果下面全是新生，就是底下那个什么，全是新生在练舞，我就不敢下去，我害怕，我社恐，我不敢下去，我就说算了吧，我就来这儿吧，结果就信号差的不行，现在好了就行，但是你们不说话，我觉得又卡了，哪有新老公？没有新老公。没有新老公，一个新老公也没有，你别期待了，哼，哼，你这个很浪的晚风，太过分了，刚进来怎么丑这么委屈？不委屈啊，可能角度问题吧，角度问题吧。什么都不是。公演可以喊小九老公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啦，随便喊，随意喊，我随时欢迎。那可能太爱了，我也觉得可能是太爱了吧。不行，我以后还是要去楼下播播，或者去门口播播，不能在这里面播播，我太讨厌这录音棚了，我从此我要把录音棚拉黑。希望和你一起喊，和你喊什么？喊我老公。你喊，我支持你们都来喊。公演可以喊小九妈吗？你们母亲节不是喊过了吗？你们母亲节不是喊过吗？啊，当时还祝我母亲节快乐呢。有线下群了，直接面基。那你们到时候去见见呢？什么都能喊吗？那当然不是，你还是要符合这个，对吧？这个公共秩序的，你不能喊一些奇奇怪怪的，不能入耳的东西，对不对？寻思这两天给我喊点啥？你就随便搜搜什么那种土味情话嘛，对吧？等你能去线下了再进去，可以的，我替他们欢迎你，我替他们说一句欢迎你。什么线下群？是北八线下群吗？还是什么线下群？你们线下群都在里面干什么呀？就是发一些就是公演上要喊的东西什么的吗？好好奇呀、没当过粉丝，不知道。我的线下群，我还有线下群呢。哇，原来我有线下群，刚建不久，是这样子，就没说过话。
原来是这样子。能拉你吗？你问问。啊，这样子懂了。儿是谁啊？谁是你儿啊？像很多人都是，对，好像真的很多人都是线下看的那种，就不完全是，但是就很多。羡慕线下，我不知道你在羡慕什么。你羡不羡慕我？你羡不羡慕我可以站在那个舞台上？要不你上来。